酒店，你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我在弄我的酒店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头发乱。大家好，晚上好。晚餐吃的吗？中午吃很饱，还不饿。也睡了刚刚，58分。好嘞，还要睡觉。大家好。谢谢信婷，眼睛有脏吗？晚上好，谢顶萌。滑倒了，你是阿华吧？大家都喜欢改一些奇特的名字，让我猜哦。大家好，晚上好。你是形容词，应该不是。大家好。哦，好多人。奇特的名字，你的了？才没有。你姐找，我姐不在。晚上好，好久，刚睡醒。我不是你姐，谢谢。平板没电，我的平板画面还停在昨天那边播，播的珍珠美人鱼，一开播就是要，晚上播睡不着播哎，永别虾，虾虾。现在不要这样，我知道你是小虾。爱就更新的话要等姐姐他们审核，不是说我想发就发的。姐姐他们也想要放假，何必要在放假的时候一直敲他们啊？一起床就不滴不滴，好吵！永别虾，你就不能改一个？你是希望我跟你永别是吧？
隔壁还是谁？榴莲好吃，好，你是贵榴莲吧？那么希望永别，对吧？欣婷，你是不是想篡位了？这首招牌歌曲《不不不》，偷跑来看你，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看吗？怎么又是布丁之歌？因为我刚睡醒，想说醒一下，好累哦。你们想要听什么歌？听完就醒了，还是没有醒？哎呦喂，实在是太想睡觉了。谢谢啊，谢啊，就像你那个大头照改。为什么改回原本的？之前的，那原本那张很好看啊。睡醒听布丁，提神醒脑，一点点。现在比较想睡觉。昨天的，不是啦，我是说昨天原本还是的那一个大头照，大哥在上面怎么肯篡位？你很常篡位啊！欢迎维诺新浪客哎，新的人，嘿嘿，想听我唱歌，让我的喉咙醒一下，那个什么，还是醒一下的。哦，莎莎，你还真是会改。嗨，日惹一下，日惹一下，你知道你进来太快，然后快的按那个罐头词太快，快到你先跑出甜甜的泥，然后才来捧场了这样子。小劲，我们再来台语台好不好？有人听不懂台语的吗？李真前辈，不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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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咿呀不哎，咿呀不离，咿呀不离，哟巴蒂，咿呀不离，你宝贝，耶！弱智，对不起，眼睛有点馋哦。外面有在失控，大概是狗又吃掉东西，忽然叫。吃的什么啊？每个人很多人都讲反，那你应该改回日落一下。该上班了。啊，我要播歌了。我来看看首页会有什么歌。炸榴莲，我超级不喜欢吃榴莲。
你的妈妈推荐的吗？他们不是去士林夜市吗？好想听你说你也很想我，好想告诉你没有你不快活，我也害怕失去我，你离开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现在窗外有几风吹得我心好难过，电话拿在手中，哎呀，唱错，手机号码不敢拨，不知道你现在有好过，昨天听朋友说你在四处打听我，表现显得很平静，内心却是很寂寞，有点忘记这首歌怎么唱，但是要播着。原来是不是应该是，不是吗？好想你，你说你也想我，好想告诉你没有你不快活，你会不？也害怕失去我，投错家吗？尴尬，我看看，好吧，我这边看不到，应该是吧，应该是士林吧，如果是我的错的话 sorry。我觉得最近越来越会画眼线的感觉，画眼线真的很难。你在四处打听我，表面显得很平静，内心却是很激动，我站在门口期待能把你相拥，醒来却只是场梦，好想告诉你其实我并不洒脱，好想听你说你也很想我，好想告诉你有你不快活，按它关掉我来不及截图，告诉你其实我并不洒脱，好想听你说你也很想我，好想告诉你没有你不快活，你会不会也害怕失去我，悲剧事故事故 just 事故，Just an accident。姓名上和图什么东西？还什么歌啊？喵喵喵！大家好。谢谢命。有点不啊大大声，懂啊西啊。窗外下起了小雨，淅淅沥沥一直不停。总是我怎么能够完全得到你的欢心？太难了。找个借口抱紧了你，我只想在电影里能够成为你的大力，什么时候能确定你会对我有感觉，我面向阳光照射进你的眼眶，快铃声，我只想在生活里能成为你的唯一，什么时候能明白我只对你有期待，
我可以牵住你手，我只想对你来作怪。你到底有什么人在意？感觉奇怪，我不明白你的爱怎么还不回来，全部推开。我还在这里等待你，对你却不愿重来，放开。一些瞬间的欢快不能重头再来，找个借口抱紧了你，我只想在电影里能够成为你的大领。什么时候能确定会对我有感觉？晚安。为什么感觉我昨天的眼妆让我眼睛看起来超大？然后今天还好。对你有期待。晚上好。给我一个答复，有戏了。今天比较好一点，今天是不是太重？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画那么重。谢谢加速。还是因为昨天穿黑衣服，然后那个光看起来比较重。我只想在天台上找个借口牵住了你，我只想在生活里能够成为你的唯一。什么时候能明白只对你有期待，可不可以牵住你手，我只想对你来。欢迎林胜，林胜你回来了，谢谢轩。啊，对哈，我说这今天要讲台语，会不会有人听不懂啊？听不懂的话可以讲。我觉得是会你们会听不懂我在做什么东西，因为有台语没有到很好。大家讲话啊，讲话，怎么感觉好像很凶啊？讲话啊！听听着，今天你要讲台语，嘿嘿。不过我，我猜有，跟我要一个，超好呀！可是你答不出来，你可以打相近的字，我都看懂。你台语很好，我的台语就好诶。讲日语，我袂晓。讲话啊！哎呀，听到了。你叫高祖爷，你嘛知哦，今嘛就知哦，啊，谢谢。多谢谢谢。耶！这个主意，不过不是 Apple。哈？倒一个哈？还是雷蒙？那也叫给你的 OK 啊。台风，台风嘛，没办法。哎呀，
哈，真歹个哦。台语足够个，无。常常讲着会啊，你无法度等苹果，苹果苹果的台语是苹果，啊是快乐爱，听到，他比较比较的台语什么？加麻油、卢卡、加美玲、卢卡、卢卡会晓的几率较悬。阮是可爱的卢红，是最是个最啊，三八四啊。什么什么意思？我看无诶，米勒，米加勒，对吧？卢卡伫台湾较久，嘿啊，什么足爽诶？本土语言咧足爽诶，猫类哦，铁狮玉玲珑，哦，我无看诶，台语就难诶，难。有点薄啊，台语袂晓难，嘿啊，是 Kiki， 等一下，想看 Kiki， 十二十公斤的狗 ，Kiki， 哎姐姐 ，Kiki， 起来，哎。哇！阮家十七公斤，二十公斤的狗白菜来啊！脾气着歹，足歹。加讲着会顺兄，加讲哦，加讲。欢迎大家。我之前有当有一个时间拢无咧讲台语，迄个时阵台语着少烂个。希望我的台语会当。变成我的风格，袂啦。哦，迄个是看卡的，阮姐也咧看卡的。啊，无咧用的时阵，就等咧边啊。啊，拄则咧睏迄粒枕头。跨卡，嘿啊，跨卡的。就亲像我睏的时阵会毛爬爬啊，啊，有些，哎，有一些人。是看卡啥物个，洗清气啊！不过我的名称单，配单，搁有一点点的颜色。Yo。西瓜。
哦，一挂人，一挂人，琪琪。一挂哦，我知我知。拍袂开。那不是晚餐啦，是糕啦。虽然我袂使食伤侪巧克力，无我要，不过我要食。暗顿，我这是暗顿。比较少食的，我嘛知啊，不过我就是要想要食尔。哎、啊，唔敢食巧克力，不是，无啦，我食饱。琪琪。哦，起来就在吃饭，唔吃泡面啊，我吃饱啊，中昼吃足饱。哎、欸，姐啊，我把你的巧克力棒吃了。几杯？好啊，是最好吃的。这倒位买啊？想想买去。哦。你在播刘真彤的歌，你去呗，好。你想你去倒，走出去上台。我看你去呗，吃饭，你吃啥？我拢听啥物歌啊？我足少咧听歌的呢，听歌。哎、欸，啥物饭啊？我嘛在食饭。皇上食饭。这位有鱼翻翻。哦，恁爸卖啊，卖。看到我的脚的字，以为
以为的台语是什么？一五一，吃吃好爸爸，吃饱去睏，嘿啊，弄嘛呢？我昨天看到我的字，以为是巧克力，棉被。哦，好啊，等一下去洗。啊，我早起去搁咧吃，过敏很严重。好、哦。Ice， 点到。鸭真公，怎样的事故处理好啊，洗碗在家，我在家讲，枕头套，这不是我的味啦，哦，就歹味，就歹闻，好。俩真公，属狗，啊什么什么俩真公，我还是看不太懂。这拍皮耶，嗯。你的话语太伤心，一点也没有余地，可我还是会想你，去想你，没忘记你刺痛我心。我说宝贝是香味啊，早安柔软筋不空就醉，不会继续爱你。想到了失忆，就是公哦，就是公。别顶嘴。哒啦，看我的眼睛。就更耶呢，很更是光哎，亮就不灵不灵，好烦啊！会不会有人听不懂然后离开啊？拜托听不懂的可以跟我讲，拜托你。声音就好听哎，很虾，就更哎，就更哎，亮也是用更吗？蛮高，就管哎，我嘛，安尼感觉。选择忘记每一段过去，你的话语太深情，一点也没有余地，可我还是会想你，去想你，没忘记你刺痛我心。或许一切都归零，被领导退出记忆，我一定选择不会继续爱你。我的爱已经选择暂停，
想到了失忆。季彦霖，不用打了，打一码一通，嘿啊。季彦，这条这首歌，这条歌叫《选择失忆》。嗨嗨。足更的就是足更哦，今仔日是台语时间，台语时间嘿，今麦几点？今麦十六点，台语买通通。这啥物？听看麦。哦，好陌生，我嘛是。常常听到的，不是故意去听的。这是感情都藏在心里，犹如眼底沉迷，翻倍的心情说不出谁真心。哦，我听看麦。不敢面对自己，面对你只能选择逃避。接触对岸的歌，我也是啊，我就是青菜吃，青菜吃着吃着太好意。哦，不喜欢这个味道啦。全知影柔软巾藏伤少，袂歹听呢。对岸是毋是足多无共款的讲话方法？我甲伊的礼币，彼礼币，我甲伊的礼币，啥物事？啥物意思？小巧哎，好好爱你，爱你胜过我自己，冷暖和甜蜜，比不过去痛苦记忆。我可以给你快乐欢喜，却无法面对。布丁之歌是个毒品。爱带到忘了自己，我知道我这样的人不值得你珍惜。唱不对啦，好啦，我不要唱，不要唱。等我嘛，足久的呢，五分钟呢。
唱给我听，不爱吧？你上瘾吗 ？No，No， 绝对无可能的啦。你要唱我嘛是无意见啦。现在这这里我突然忘记这里是台语，是台湾之声妮妮广播电台，嘿嘿嘿。那个外星人啊，我后礼拜搁转去啦，好不？好，应该是三点哦 ，OK， 好。要擦，卖擦。想听邓紫棋的歌。嘉喜台湾之声。嘉喜的话，可能就会变成这里是，所以嘉是这里。呵呵啥？还没光临的餐厅，还在期待有着你的旅行。等日落的巴黎，天台之下牵着你，看那守护着不愿意等待未来，你的生命有你，一点一滴，每一天珍惜，用资源来不及。好好的爱你，比较不会用这，所以都会用嘉喜这两个字，对吧？哦，电台是用金嘛？台语真难呢。假吧，好。直到输了，想你小小的温柔。后礼拜嘛是六日嘿，那也拢无人，无人讲话尔。田中滴滴王 ，OK， 滴滴王。我只要。哦，台语好难唱，我想台语。我只要叫你滴滴王。滴滴文，还是也要叫中滴滴，专业角度生物。一点每一天珍惜，用尽每一口气，好好的爱你。时间一直都数着我们剩下的快乐。你是八四想接电台广播，广播电台，我竟然可以这样讲反。的工作我也不知道，台湾之声，嘿啊，大家拢讲台湾之声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吃榴莲吗？因为我觉得贵榴莲。泥巴之声，我暗顿一只巧克力棒，无啊，中昼食足饱的，中昼
两点外才吃完，吃完，吃了，吃了，吃了。啊，你台语豆豆仔讲，加讲就会顺。哦，因为我甲阮，我甲阮阿嬷讲，无遐尔啊卡。加法术，加法。妈妈最爱我陪着他了。这里也怎么也有贵榴莲？谁也要贵榴莲？哎 ，Kiki 嘞，陈大皮，怎么笑？贵榴莲，哦。啊算了，他不想来。他真的好大只，他是灵活的胖子。我刚刚要抓他，叫他过来，他就跳起来那边抖抖抖。小孩来了没有？就只有九九跟 Kiki。吃饱就睡到刚刚起床嘛？对啊。其实我从吃饱回到家有一个小时的时间。有养狗，我家两只啊。Kiki 是我小舅舅的啊，我家两只弟弟 Coco 啊，可是我好想见毛毛，好久没看到毛毛。一直打嗝。电视里的话会看，最近都不会。应该小型犬，都是柴犬。20公斤的白柴，懂吗？毛毛是我小表妹的绰号，最小最小表妹，我有几个表妹啊？1、2、3、4，你好，算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对，四个，中型犬，手机没电，好。小兔表妹，对吧？我们家有9个小孩，我是排名第3。这是我表哥，这是我姐，亲姐姐，然后再是我。不对，还有一个表姐。没住一起，没有啊，当然没有。之前还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是住一起，没有错。但我只有一个表弟。电视里的话会看，离开的你会。虾虾虾，得虾虾虾，得虾虾虾，好难笑，但是我觉得很搞笑。人都去哪里了？马尔济23是这样，你一定不要4，你就是要23，还是你要马尔济5？马尔济5。双手却不放，眼睛里的花会开。当然，是我对你最疯狂。
突然想听他们公演，我觉得很好听。我已经不知道听了几百次，哈哈！你想跑一大就跑，我就看别人。隔壁都天使台，天使是不是高一啊？我还没高一。还是不会唱。夏夏只要敢串场的话，他大概就永别了。我觉得里面有好漂亮的，很可爱的。最近的 reset 公演，还有感觉不错啊。幸平就是爱最喜欢造谣了。对 reset 公演。塞巴斯丁，为什么？我台语其实没有到很，真的很不错。瞎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叫斯丁？塞巴斯丁。小美人鱼里面瞎子，我没看过小美人鱼，我也没有童年，很多公主都没看过。小美人鱼也说也是我最近今年才看过第一次。你是闽南人吗？你是说会讲？反正我不是客家人，就对了。应该是闽南人吧？太确定。我妈小时候时代脱节。我现在小时候没有，我觉得超过十二岁就不算小时候了。外星人就好了，火星凛然人，懂吗 ？You know？ 叫太久了啦。为什么都可以穿？失业，他已经未成年。你们成年到底是十八还是二十啊？其实我不太清楚，因为有些人说二十，有些人说十八。算十八之后就可以喝酒什么的。但我在我心里的话，成年应该是二十岁。一定是打二十，所以我这边卡住了。你不是听不懂日文，对啊，但是我只会念那个音。有一个长得真的好可爱，好漂亮。刑法民法的差别吧，
那如果不要管刑法民法嘞？我是觉得20，我也觉得20。私も真空。已经看了这个影片，看了大概10次。18岁，我应该会考，我应该会考汽车，是不是汽车就可以用在机车上面？可以投票吗？哦，大家都觉得不一样。成年的定义是在法律上能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？我知道啊。请问50cc， 那我应该都会考。可是现在，会。现在停车费都很贵，怎么不想就会考了也不知道干嘛。我觉得开车最花钱的不是油钱，是那个停车费很贵。机车有机车驾，汽车有汽车驾照。哦。有车的话再去考，应该是骑那个吧，我家人的，开一趟就把车子卖掉，就不用停了。好哦，可这样亏钱，开条水晶，对啊，拍照费什么的，那你干嘛买车，干嘛考驾照对吧？所以我还是会。比较想要开骑机车，绿牌50cc， 绿牌是什么？我知道有黄的跟红色，还有白的，白就一般的，然后红的跟黄的是那个开别人车叫别人付停车费，不然给他罚的，坏。燃料税跟牌照税哦，使用者付费。好难哦。我那边抖抖的好可爱。重机，绿色50，白色15。好难哦，还是你们男生比较懂车。还有保养级零件，一颗光轮胎就很贵，对啊。1.5跟1.8税金是11000，是11000多，所以是11000吗？我想问你们这个是谁？找不到好的停的地方，这个你们看得到？这个是谁啊？好可爱哦！太久没有看 AKB 的东西，日本成员，对对对，11000多。
以是左半踩夹还是半踩夹？因为你左中间有一个空格。听八成，可是听 K 公园哎、欸。今天不是有一个新的 Forty 要出了吗 ？OUC 吗？问题蹲在哪？哦，坚韧 ，Team K 是不是很多地方的一群一群这样抓出来 ？Team 八都有，哦，哇 ，OUC 对啊 ，OUC 是哪边？其实我还是不太知道，今天。我娘儿有跟我讲，只是我又忘记了，是泰国那边，所以左半才加嘛。哦，左半踩夹，哦，是日本团吗？哦，因为娘儿以为是那个泰国那边三梨县。F4TH 现在已经变成形式了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好像没电。在家里的缩写，为什么是在家里？哦，优曲，曲，好难哦！呵呵哦。现在疫情，不能在剧场群聚。对啊，你说他们表演的方式是开直播吗？30%，你是说什么什么30%？你说开一个小时，然后扣减？是少30%吗？我是直接变成28%，我原本是100%。哦，好酷哦！我们学校也有那个啊，也有在讲说要用视讯的开招会，因为招会太久没有开了。真是喜欢，可是他们将不就穿自己家里的衣服吗？好酷哦！那时候我有看到浪外服在直播，就是他们 TP Band 的那个直播，我完全看不到自己的，看看
不是会看不到，只是看不到他们的画面，就有一个地方，然后就是那个收音没有到说很好。在切歌，做运动会不会太累啊？张惠生起讲话那个，对。我的手机真的很耗电啊，而且有人是我在播。谢谢阿华，你应该是阿华对吧？而且你的那个头像是皮卡丘，所以真的悲剧，真的蛮悲剧。问题跟放大器，哦，小丽有影。小丽有以前被超可爱，我也很喜欢她。晚安。Kiki 呀。我就只是坐在旁边而已。那句话。正统王道偶像是怎样？谁画的？谁画的？好可爱！你们到底是什么？怎样评断是王道偶像？谢谢这一张。哦，加油。I know， 就是很偶像的意思。我就是没有那个偶像的感觉。他们这个公演很有，就算上传上来这边，都很有那个现场声，就现场唱歌的感觉。你说友谊吗？友谊前辈吗？王道偶像现在没有，死外逃脱。他们日本那边都比较玩比较开吧。我的天，好。如果我再有气质一点的话，大概就是。老高，我两个水里呀。啊？从最近那个，哦，这个很恶心。哦，这个我觉得没办法，我直接在那个直播节目，我直接那个节目上哭给你看。不讲话的时候。OK。那就不要讲话。然后就会被约谈，为什么你不讲话？为什么不讲话？还照灯？为什么你不讲话？弟弟，白眼你可以，有白眼就送鼓掌，是这样。哭也是症结之一，我完全无法接受虫虫，还没看到外掉过，不是那个吗？哥哥那一集他学水豚君，弟弟，呼叫弟弟，他也没接到，不要乱接。还很丑，弟弟啊，过来啊！啊，就这样，往回看我一下，就是这样。他坐在那边，然后完全没有想理我的意思，已经被玩坏。
的音乐。你们这什么制服的这一首，有一个也蛮漂亮的。但是我手机要没电。哦。弟弟是大小姐。弟弟他是公的，虽然很像母的。弟弟比你还大牌，对啊。世界上最不想理我的就是他们了吧？我觉得狗都很不想要理我们。养熊。怎样就怎样啦，为什么要这样玩面面？我想要的是 Kiki 白猪过来过来耶、yeah, Kiki Kiki 来快点快点上来胖子哎、欸、胖子什么 APP 同名？没关系，弟弟原本就很像母的，他出生就没有那两颗，因为他遗传疾病。所以要跟其他公狗结扎的方式不一样。快冲头！我现在冲到31了。Kiki 啊，变凶，对啊，天生遗传，隐睾症也是蛮可怜的。人家公狗，那公狗就直接从外面切掉就好了。哎，它跟母狗一样要切开，那就没办法。难怪是母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我一回来的时候，就被公撒娇。有一次他撒娇到整个翻过去，躺在我脚上，然后翻过去。然后说你很重，他已经12公斤了，终于破12公斤，然后Coco破10公斤了，接近11。没有也要什么？他是在身体里面啦，只是他还是有，但是就是在身体里面。它都红掉了，好痒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而且还破一个小洞。怎么感觉很痛？不会啊，你说狗很痛还是我很痛？小心狂犬。不是 ，Kiki 啊，几斤矿有20公斤粮食，狗很痛。阿姨给狗对狗超好的啦，省就是太热的话，就是直接开着冷气，然后人就出去上班这样子，所以我回来的时候都可以吹到冷气。然后呢，他们结扎的时候用，就是那种。一个快速恢复的那种，就是修复伤口的灯，医院，他们动物医院的，然后阿姨就每天让他们用。阿姨家是宠物吗？我之前说我想要当我家我阿姨的狗，我阿姨家的狗真的吃很好，反正动物疗愈的能力很强。我们家两只都很秀婆，科技那么神奇，有啦，真的有。
进去要先切掉，干嘛？谁想进去？哦，对，进来我家先结扎，先结扎再说。在这边没进去，定格3秒，不要。可是 Kiki 没有结扎，因为他在太大只，那个麻醉药的钱就已经不划算了，而且他也老了。而且不是说结扎完会往狠的长，他已经够狠了，不要再狠下去了。他现在连侧躺哦，手都没办法碰到自己，他手就会卡在这边，他太大只。居然是什么什么价钱？我这边被迷掉了，弟弟，他弟。哎呀，宝贝，上来，过来，快点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你上来。你刚刚是不是皮蛋？你是不是偷吃？禁制很多，终于上去了。这弟弟不是 Kiki。你卡住了哈。修多少钱 ？Kiki 上来我房间，我这边路其实很小很小，大概这样路而已，他只会卡住。来啦，抱抱！喂喂喂喂喂，听到抱抱就跑走，这不想给我抱抱的人，这不想给我抱抱的狗。落日一下，好，这是没有念错了，天地一沙鸥。我觉得这首的配乐有点刺耳，就有点太尖了。对吧？哦，我的手很歪嘞，很怕你。绝对没有在虐待他的啦 ，OK。哦，彩家前辈跳这首好漂亮。其实他们直播那天我就来看了，弟弟还是弟弟 ，DIDI， 弟弟。彩家前面的麦克风有时候都会整个掉下来，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好像没有在唱的感觉。跳一场公演也要1小时吧？我跳个天耶！弟弟吃鸡腿，不行，他刚才因为偷吃我弟的便当被骂。弟弟吃麦克风，1小时差不多，嗯，大概吧。我觉得直播可以播得完，我还没有完全看完，每次因为一些事情就没看完。我觉得彩家前辈也很有那种王道偶像的气质。Kiki 来啊 ！Kiki 把叫 Kiki 来。你在看哪一天？最近的 reset。
三月的那时候吧，我记得。工人看到后来只看 MC， 我没有在看，我没有在看 MC， 因为我看，因为我听不懂。想当王道偶像吗？你说很有气质的那种吗？有点难。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当然也想要啊。王道偶像可以有很多工作哎，拜托了。坏。你妈。吞拳头偶像当然啊，他是队长哎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没有那么多？谐星偶像比较吃香，是啦，我觉得蛮谐星的，只是我很，哦，有人关播，谁关播？嗨嗨，可是我每次被剪到的镜头都蛮少的，可能是因为我都没什么在讲话吧。哦，那么快就关了。乖女孩，原来谢家树，她看起来就乖乖的啊，然后也蛮可爱的，就是很像，我觉得她有点韩国人跟日本人混血的感觉。谢谢 Ben， 不停，不要，梗子你自己想，对啊，而且我都没什么话会讲。我觉得我在很就是，如果整群面前的话，我就不太会讲话。我说平常上课也没在讲话啊，我都是坐在那边，然后就这样，坐在这边，坐在那边，然后稍微蹭一蹭，然后睡着。这一组看起来比较，听起来比较紧张。我会，只是我不一定唱得对。外面的香味有点重，就那种香，白白的香味。其实我很会吐槽别人，只是因为大家辈分问题，所以我都不敢吐槽。就会觉得哦，好像很不礼貌这样子。有时候还觉得说粉丝还比我们敢吐槽前辈。我找那里偶像合作吗？对吧？都找我，虽然我在镜头上看起来很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学校变高了你，有一点。的确是有一点。今天跟我娘儿聊天，七娘，你娘，怪怪的，就跟我娘聊天，然后她就说，这是第一场迷你康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场迷你康的时候，我们是同一场次，然后那时候坐在她的后面。对，你娘，
然后我就坐在后面，然后他就跟旁边人说我看起来很难靠近，看起来很难相处。结果呢他说还好，只是熟了之后就很欠揍，他是会想把我脸压到火锅里面那种，不是把我脸压到火锅，是整个把我人丢到火锅里面去。我感觉你在琪琪身边更可爱了，有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乖。竟然还有广告。可是我又不是在 TP 里面才高冷，我是平常自己私底下，不是丢到水里吗？不是直接煮熟，丢到水里还太对我太好。你到底认几个娘？一个而已啦。你娘怎么看起来像？要念对，是你娘，不是三生。我们两个在想要不要一起拍个影片什么的，了解心。后来觉得说就是年纪的问题不太适合，而且我们两个比较没有办法撑上妈妈跟女儿，因为通常都是两个一起，阿照两个一起讨论事情吧。可是我们两个会互相聊心事。他也觉得 Mina 很轻松。阿宙，你怎么会来看我？你们影片拍的怎么样？快停一下这个。边边世界变妈妈没有啦，是那个啦 ，Biskin 的妈妈，我都会直接叫杰星 Biskin。其他姐妹团的公演吗？还没有，我还没有发现其他的，因为很少，我其实很少很少开 YouTube 来看，只有直播的时候会。毒蜘蛛，哎，你一进来就知道。毒猪猪，毒猪猪，哎、欸，阿宙在、欸，阿宙，毒猪猪很赞，对，毒猪猪，他们都一直这样子啊，不见了，阿宙喂，宙，哎不，嗯，不见了。插进来关，进来那一秒。可我问他话还没回我，往前往前往前啊，我太前面了，我要停到哪啊？算了，从那边听。你声控，对啊，他坏坏，他最喜欢打我屁股了。我刚听到哪我都忘记了。每个人屁股，他喜欢玩你的膝盖。
你都抓你屁屁，为什么抓自己的屁屁？我这边听过了。我要问一个，这个也是这样，他都抓你屁屁，他喜欢拍我，拍我屁屁，他打一下，他就觉得爽。我刚到底跳了多前面啊？为什么没看到他？我在这边。这个是谁？又是谁？有点不清楚，让我播好了。这个是谁？为什么有点羡慕？横山结衣哦，很后面了吧？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你都知道最前面的，一起生。横山结衣，一样听吧。哦 ，DM 不是我用 YouTube。谢小杨，嘉许小杨，欢迎阮想豪，我这次没念错了。我觉得他们身上这套衣服，是鞋子部分没有到很好看。我知道啊，我有看，我有看，我有时候都会看。你应该推挺吧？我也觉得呢，都好漂亮。帮人家双马尾吧？不不不，我杜绝双马尾。你们觉得我们 A B C 三组，我简称啦 A B C 三组。每一组的风格是什么？你们觉得嘞？也可以说什么舞蹈很整齐啊，很有活力什么的。你说谁？哪一个官方？人气组？你说 A 组吗？还是 A、B、C 哪一个？哦、对啊，他们其实是有些人是一定要交啦，有些人是不一定要交，但是我就是不一定要交那一个。但如果想会拍的话，我还是会拍啦，我会尽量拍吧，只要我想要拍。现在感觉还在起步，对啊，刚开始没有多久，大家可以去关注，后面会有很多影片，他们下次要跳的让你们很期待，绝对让你们觉得很厉害，但我没有学，你干嘛？好哦。好哦。我起飞，起飞！来动动我的手，动动动动动动，动动手手。
说你爱我，说你爱我，我爱你，飞翔的秘密，起飞，飞回我的火星。有人可以截到我头发飞起来的那一刻吗？我来试试哦，来，三，二，我是真的没办法绑双马尾。天空出现一块泥巴，还是烂掉的，会变崩土。还好吧，这个拨头发，只是会看起来很秃啦，就蛮秃的哈。绑双马尾真的很丑，很丑。林秃秃，我才不是林秃秃，我是林拖拖。请你把我那个 O 找回来，不是代言相机，不能。哦，我觉得可以。会拍婚纱的人都很厉害，都要瞬间的按下去。执法业配，艾文永别，不是那个 O 啦，是另外一个 O 啦 ，O 跟 O 不一样，一个是 O， 一个是 O。门牙好歪啊 ！QQ。原本是虾哥永别，现在是艾文永别。脸还是有晃动，一点点啦，有一点。他哦，永别。我都还没听到他们后面呢、欸。我的门牙可以拿来做梗，我不喜欢我的门牙，我不喜欢我的牙齿，所以我不会拿我的牙齿来开玩笑。虽然如果是为了 TP 的话，我可以，但是我有小金牙，我最喜欢我的小金牙了。我之前很不爱笑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之前笑又很丑，然后是从进 TP 我才开始练习怎么笑。小抱抱，什么东西？啊，明天是星期一，我不想上课，我想跟星期五一样睡过头这件事。丑屁啊！爸爸特别，我是往这边长的，中间在这，我的这颗，这个眼凝珠的地方，它是歪的，觉得很丑啊，不喜欢。由于星期真的，你的门牙没在中间，你是河马好不好？就爆出来了。你是这样子，你讲话，如果人家讲话的话，一定会露门牙。你讲话是没有露门牙，然后是旁边的牙齿都出现。不要跟我说明天礼拜，那明天礼拜五，明天礼拜五好不好？明天礼拜六，好讨厌礼拜六，谁会喜欢啊？礼盒嘛，我觉得对有些主播来讲，就是工作就只有直播的，他们可能会觉得睡到很晚是一种幸福吧，就是工作中的幸福，
洗好了，但是好臭哦，不是我原本的味道，因为我昨天弄成金酱太少。嗨。小时候常我小时候蛮常吃棒棒糖，然后喜欢喝奶，我用奶瓶弄到大班，所以可能就有点歪掉。在培养味道，什么味道？我觉得应该要剪。被排斥，怎样被排斥？什么意思？小学六年级，太浮夸，太浮夸。口水味不是。我觉得瑞婷前辈很有自己的个性，就真的蛮有自己的个性。就是他不想要的话，就会直接不要。我其实蛮怕跟他们那一组一起练习，因为有时候会有人不在，然后就要同一个号码去代位。然后上次我就带，然后一直不然踩到他，因为他要换边，然后就踩到他，然后就想起之前摸摸前辈说他是玻璃娃娃。你也这样说不要，我觉得他比我更还有个性很多。幽灵娃娃，反正就是说他有点不喜欢人家去踩到他碰到他吧，然后他的位置又刚好有时候会跟我撞在一起，因为他要换边，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忘记换边，然后我要跑过去就会踩到他，我就觉得哦天哪，我觉得我要没命了。其实我很怕一些前辈。他一直抱怨嘛，他就是我踩到他的话，就会他我踩到他的话就会这样。虽然他是这样笑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有点不爽我，所以我在跟他们一起练的时候，没有到很开心。我怕谁？瑞婷前辈、类己前辈，之前很怕平寒前辈，但现在不会。还有谁啊？林杰前辈，还有嘉丽前辈。跟他讲，请他站过去一点，但没，就是位置就是这样。还有七七娘。一点点，他可能会把我丢到火锅里面去。对啊 ，C 组的话 ，C 组都还好哎、欸。慢熟，嗯。
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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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不可以，你凶他的话我就没命了。晚上好，慢手，佳丽前辈是会跟我，就是笑，就是这样，你好可爱这样子，然后会说我很瘦什么的。可是我还是很怕他的一些态度，就是有些相处上吧，比较害怕。我也是那种慢熟，可以凶他。千万不要跟瑞婷前辈讲说我怕他，然后还有觉得他可能对我不爽的事情跟他讲，我会被杀掉，我真的会没命哦。C 组都是什么？这首歌听到后面的配乐，就是结尾的配乐，就会觉得难过的感觉。什么都知道，不要。拜托，不要，求你们，我求你们，我很真心在求你们。好，那我以后都不要讲我怕谁了，以后都不跟你们讲。其他都不太怕啊。晚上好，你等一下也要回音区吗？雨翔，在国道上，快到了感觉。你怕施雅大大吗？还好。十分大概只有一分吧。我们跟自己的组当然都比较熟啊。谁去告状的话，我就。谁用小账进来看？因为告状的话，真的就是以后什么都不讲。我还去跟，还去跟我娘儿讲，说之后我不会带你们追逐的人。是呀，人很好。顾路。顾路是什么意思？塞车哦，很久，他在开车。他只会跟我讲说，直接把冰掉。小账来看吗？他现在直播哎，果果不会，他都是笑笑的对着我。气压坏掉了。你说轮胎的吗？他很亲切啊，我还记得
之前练习的时候第一次看到我，然后就看到我在涂口红，他就说我可以涂你的吗？我说可以啊，真的超级瘦，他跟我差不多重，跟我一样，好像还是多两公斤这样。被我撞，不要。姑姑身材很好，真的超级好。你说怎样的恐怖？你说身材吗？太瘦是不是？太细？很难跳哎、欸！我不要踩你，我不喜欢踩到别人，我真的很讨厌，很讨厌踩到别人。很瘦，我那时候看到有吓到，他的脚大概是我的手吧。M 的要找我，因为你超级无杀伤力。我姐可以直接把我整个人丢起来。第一次遇到。你们可能太习惯他比较，我也不是太习惯，就是习惯他那么熟了吧。谢谢分享，为什么这时候要分享？小易想被打，谁说打人蛮痛的啦？尤其是我不爱剪指甲，因为我觉得美指甲很丑，然后有时候都会抓伤人。为什么要打人？这样就可以看直播，都不怕没电。你们军中收手机，那如果手机没电怎么办、啊、就一定只能在那个一小时里面充电了，对不对？抓人管什么？我们班有人之前被我抓到流血，那还 OK。剪完要磨指甲，不要。不想剪，然后我娘就说：“那我之后随时身上都要带指甲剪。”我平板要没电了，完了！算我把我的拔掉好了。上次也被你抓上学生，瞎瞎，你都是瞎了，你还要抓人？放假留营区可以用什么？哦，这样子回家都要充行充，对不对？不然没电的话就没办法充。
慢开一天了，我都没在取，没在充电。还有那位学生没说什么。我这样小时候被幼稚园老师拿那个。被幼稚园老师拿透明白色的那种棒子塑胶棒打，超痛！哇，真的要听完了耶，好快哦！没想到直播可以直接听完，太厉害了！谢水锤，四块了。下一次直播播，你再提醒我一下。那种胶条不是，没，我现在冲到37了，很开心的跟你说没关系，然后把那个飞机捡起来，然后揉掉。不是通常学生都跟体育老师比较好吗？然后我们体育老师也是这样，上次我们就收到康桥的宣传单。然后他就开始折纸飞机，然后射出去，然后射到老师桌上，然后老师就这样拿起来，然后这边他这边转那个纸飞机前面的头，然后转紧，然后丢出去，结果还是一样。Kiki 啊，我很想给你们看 Kiki， 但是他一直过来。我都不会，我不喜欢折纸飞机，我觉得很浪费，很占位置。知道他会过来吗？你为什么要那个他？他很少来我们家，超豪华。不是说那个楼梯是电扶梯吗？你为什么把弟弟整个举起来 ？Kiki 啊，谢谢啊，小四，好，快睡快睡 ，Kiki。我想办法让你们看到他。拜拜，下次见，下礼拜见 ，Kiki。干嘛啦？你跑这里干嘛？笨狗。Kiki。陈 Kiki。今天睫毛也好长 ，Kiki 啊，我拿个零食。看他多大只 ，Kiki 啊，这里 ，Kiki， 啊，对不起 ，K 胖胖 ，K 胖胖，哎，你要吃吗？四家都不吃。好了，它就是那么大一只。
原神。好臭，我这饲料味，帮我拿去放。撑好腿，船推 Kiki， 为什么要推 Kiki？ 没了，好快！谢谢柠檬，我要下播了，快要下播了，大家要送最后一包嘛？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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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之后下礼拜是开平日，耶！谢谢下礼拜跟下礼拜都是。看你，你看 Luca 哦，可以去看他。谢谢柠檬的口罩。哦，我真的很突兀。Coco 来 ，Coco 来 ，Coco， 陈胖哥，胖哥。放开来！不要跑！你真的好重，我不行，不行，你太重了。哦！你在干什么啦？我的那个啦，平板掉了。没搞清楚状况就骂我，奇怪，又不是把狗摔下去。谢谢塞班解释。说得很淡定，因为那个平板壳够厚。有什么不看镜头啊？有什么不喜欢看镜头？陈狗狗，看一下。你很无辜哦，汪汪汪！马尔济斯是喵喵，喵喵喵！好痛，好痛！下去！天哪！好了，晚点吧。要先离开，好。看你有没有上班，我先帮你念，先念。田中滴滴网，没有哎、欸，滴滴网，你今天是没送。你知道我的第十五名啊，只要送三个浪花就可以。天哪！第十五名 Jeff， 第十四名将军小羊，第十三名 Ming。第十二名阿华，第十一名 Ben， 第十名超哥，第九名水锤，第八名柠檬，第七名加速，第六名怀，第五名雨轩，第四名信婷竟然被挤下来，第三名泥巴祭司，第二名艾文，第一名夏夏，哎呦。谢谢小易，反正假的狗，什么东西啦？小易送会不会有改？哎，第八名小易原本就在第八名吗？有点忘记。谢，泥巴几十，我这边塞半几十。你这里有第七，嗯，录一下什么？要录什么？好，等一下，我。OK。啊！
谢谢于晴。刚刚录影的时候有点卡。好了，截图时间。我来看看，你变成第二名了。今天没什么截图，现在截，别再给我截丑照，我要扁你。你棒棒。你上传 IG 吗？我不能上传 IG。我又不能上传 IG， 笨蛋。我只有那个账号，你觉得我要上传到哪里？接到，很会接。妈妈都台北人吗？不是，爸爸高雄人，我妈台北人。加油！我会摆姿势，还要摆。你等等十点哦，去高雄找小妹。我已经两年没回高雄了，不爽回去。就算红包从1000块变200块，我也是不要回去。低于20，我来摆一下我平常上课去学校的表情。就这样，为什么不回去？不喜欢，就是不想看到他们。你这个老师有多大的仇？不想要看，不想要上课。1000被狼白越来越爽，要么觉得我没有回去，然后就不想给我红包，然后所以就只给我200块，看到点亮，这样是有一点。眼睛没闭，做做样子，其实我有时候会这样子看，因为我这边是窗户，然后我就这样撑着，然后看后面，然后睡着。
我这样睡，超帅。好啦，倒数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这不是金色，但是拍起来好像金色。IG 会不会更新？要等姐姐审核过 ，OK？真的不是说我发，我要发就发的。如果我要发就发的话，那我要变真实身。我也很想想发就发、啊。我口罩套的贴文还在审核，我觉得到星期三。对了，口罩套的活动可以去官方 AKB48 挺 TP 的脸书 Facebook 去按赞加留言，然后就有机会抽到我们的口。我们做的口罩套哦，因为我怕时间过了我都还没有发文，所以真身也不一定可以，是吗？王秘书在撑板什么意思？反正我是怕时间过了我还没有办法发文，就先讲，嗯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如果时间过了我才发文的话，请你们大家不要说哦，那个时间过了，有什么才发文？真的不是我想要那么晚发的。姐姐们也很忙，很多人要审核，所以呢，不要赶 ，OK。时间过了也不会通过吧，但是我有照片啊，我想发照片也可以啊。你怎么知道他上次去平衡街？上次直播吗？他在平衡前辈在直播的时候他在旁边吗？我忙着吃饭，你说谁忙着吃饭？黄秘书。原来，我笑我，原来哦，好哦，好啦，我要真的要关了，剩13%没办法撑下去，三、二、一。拜拜，拜拜！哎，谢谢信婷，如果你再慢一点的话，就来不及。拜拜，好，我会洗贝贝的。好，我会换枕头套，谢谢。拜拜，到处蹭饭，他大概蹭到我家来。拜拜，哎，游戏去了。好，你怎么都感觉没在讲话？